接受炎真空测试，郭奕森控口音多。呢位貌似谢安琪的青春 CY 究竟是乜水嚟呢？佢就是早前被传媒拍得同前亚视执行董事盛品如在街头揽揽出出的咧，无国亦心嚟啦。其实国亦心亦都唔止蒙上小三之名啊，更加连番被起底，话佢改名啊，向传媒放了谷写真啊，等等，仲有一个就是整容啊。咁整容啊，整个边忽咧？郭奕森就强调自己只不过系打针边咧，整瘦个面同整高个鼻啫，而其他嘢都系顺天然啊！尤其是佢嘅 D 级身材，绝对系无添加。唔信，即刻嚟个验真空三大测试。第一个测试，又瞓又趴，力证冇反地心吸力现象。第二个测试，任督任摩，手咁软淋淋，绝对冇岩石胸啊！第三测试，原地弹弹跳，力证有弹性，不是不倒空。我想讲，点解啲人会话我整容咧？咁其实思想系23岁，因为我有讲过腾讯就加入呢个无名嘅行业，咁佢俾我而家18岁，咁正常唔同样系好正常嘅呢件事啦。咁其实我可以选择唔整嘅，但系我唔介意而家东哈话有打针嘅，但系打针同整容就系两件事。咁你邊 part 係打咗針咧？個鼻同埋個口，係啊，個骨就當然冇啦，係啦，就係話呢嚿蟹嘢。好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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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住一陣子，係啦。